这个物体它在做什么运动？你看它这个，看这个线。先问你这样一个问题啊。他应该不是在做 constant 的肯定不是，velocity 但的，对。是不是 constant 还有两种可能，要么是加速，要么是减速啊。哦，这个应该肯定在加速。对，肯定在加速。哎，你是怎么判断的？答案是对的啊，嗯，答案是对的因为啊。我看他这个图在，他就是先是就是上去一点点，然后再直，有点直线的往上面，这个 line，所以就感觉，你看，然后呢？你看这么回事，你看你说的非常对。你的意思是这样：如果你看，比如说经过1秒钟，我就走了这么一丢丢，对吧？对。再过2秒钟，你看我就不举数字了。你能看着，飞变得比厉害多了。3秒钟，但画的不是很确切，但是意思你明白了。